哎，跑过来了，跑过来了。好，跑到这个岩缝里面来了。好了，这里来了啊。又是蛇鱼吗？不、哦，哎，你俩不是，这要么是鳜鱼，要么是牛尾巴。哦吼，跑到那个岩洞里面去了。什么是牛尾巴呀？就是它这个鱼的尾巴跟那个牛尾巴非常像的。我还第一次听说。这种鱼非常好吃啊。哦，这里面蛮深啊。是啊。哦。哦。这个有点困难哦。哦哦哦，哎。跑哪里了？没看到了，估计在那岩洞里面。这里跑了一条，那边还有啊。嗯，有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刚才这里跑了一条，跑了一条过来。那个岩洞那么深。哎呦，这就是里面。刚刚看到，哎，哦，好多呀。哇，这里好深呀！哦，还是全在这里。哦，裤子湿完了。想办法。水肥了，直接上抽水机啊。这么小的塘你还搬两台抽水机啊，真是高射炮打蚊子，大材小用哦。两台抽水机抽干就不错了，你看这里它没有进水口，这些水全部从这个石缝里面冒出来的。那里面应该很多鱼啊。这个抽干就知道了。抽干水还要一下子啊，表哥说上面有猕猴桃，我们去摘一点吧。找到了，就在这里。哦，对了，表哥中午打电话来说今年国庆带女朋友回来。这么快就找到对象了？上个月姑妈不是还记得很，还说让我们帮忙介绍吗？现在都不兴介绍了，手机上就能找。我让她下载了那个星月 APP， 不到一个月就找着了。现在两人好着呢，妹子照片我看了，还怪好看的，在城里工作，还是个老师。这么好，刚才你说的啥 APP 啊？就这个星月，你看上面长得漂亮的单身妹子多得很，都是真心找对象过日子的。照片、身高、年龄，还有距离几公里都看得到。要是看到合眼缘的，不用加好友就能聊天。关键上面男生少，女生都主动得很，聊得合适就能直接见面了。这不错啊，回头让我表弟也下一个，年纪也不小了。下载链接我放视频左下角。现在水深到差不多了哦，开始抓鱼了。哦，要拿个桶来了，拿个桶来。哦，开始抓鱼了啊。这边水还有点深哦。这是冒水呀、啊，冒水出来。你看这边冒好大的水。这有条细石斑，哪里？哎，看到吧？哦，看到吧？细石斑。哦，换桶里。细石斑一条，这个水渗得太快了哦，才一分两，看这里全部在渗水。嗯，看这个石缝里面有没有？嘿，摸到尾巴。尾巴。哎，就是个牛尾巴。哎，两面包抽。抓到没有？哦，哎，这个就是牛尾巴哦。这不是牛尾巴，这是鳜鱼。鳜鱼啊？嗯。那我们撒网的时候怎么都没撒到这种鱼呢？这种鱼它一般藏在石缝里面，而且我们那边的河里比较少。这里面有啊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牛尾巴了。哦哦哦，在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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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条啊、哦！哎嘿。嗯，这个太乏了，这个太乏了。找不到啊。水回了，又回了，没有一分钟，这个水又满上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是塘脚鱼啊？塘脚鱼还是鲢鱼啊？不知道。翻一下这个石头啊！哎，水蜈蚣。哦，这些什么？嗯，泥鳅啊。这个不是泥鳅，这不是泥鳅，这个是沙鳅。还有一条，还有一条，在这里，看到吗？看到了，跑过去了啊！哦，哦，好多啊！哦，太乏了，这些鱼太乏了，我踩到了，我用脚踩到了，没拿个抄网来，亏了。跟那跟刚才那条是一样的。哎哎哎，真的，这条像蛇鱼了。哇塞！今天收获可以了，哇，这条鳜鱼就保本了，这条鳜鱼爽哦。哦，还有这两条鲢鱼啊，这是鲢鱼、嗯、这不是牛尾巴。你看就一分钟这个塘又满了，这里面鱼还有很多啊，就是抓的话还要抽水，我又不想抓了。好的，收工了。